你们俩是谁把我脸换成这样的？好家伙，都不承认是吧？别生气啦，我们正在练习你脸嘛。趁你睡着，我们还送了你六块腹肌呢。好啊，你天天就知道欺负我，看我怎么治你们。不弄了不弄了，我们再也不弄了。你俩不是喜欢捏脸吗？来，给我用脚捏。我去，还真行。我捏的也不差呀。那也休想下来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让他们绑多久好呢？一天天的。